新一代恐怖分子炸弹推陈出新，糖粉、皮带、摄影机，就连化妆品也可以变成杀人武器。你不要看这个小小的粉笔，加上我这个一个很简单的议题，公开发行这种杂志，他就教你怎么样去做这种炸弹，绞杀线可以透到藏在皮带头里面，然后到时候把它拉出来，这样子套到人家脖子上。哎呦，宇宙有多大？真相 hold 得住？今天晚上8点，卫视中文台准时揭晓。